老公任性半夜出门，老婆隐忍憋出病，常常在半夜两三点的时候呢，我要去聚一下，我要先忍住微笑着送老公出门。蒙眼妈那种描述是一种闷烧锅性格，久了以后呢，那种毒素就出来，有两个癌症会跟他长相左右，乳癌和胃癌。我老公那天十二点跟我说，我去擦手，我说十二点擦什么手？洗完下大雨。显然这两位并没有忍的问题。今天晚间九点，妈妈好神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